吧，锤石。往里进呢，不用害怕。直接给我往里进，一级的猴是无敌的。走不走？快点的，过来呀！一会儿来人了，我跟你说，你都没办法勾他。等一下，那糖挡着。OK，Let's go。Follow me。全军出击！木，勾啊勾，勾个闪也行啊！哎呀，这有什么好闪现的？闪个鸡呀、啊！蓝枪 A 了我两枪，我还掉血了，我吐了。你直接勾不行吗？白赚个闪现，勾的话。我掉这么多血还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线上不好打了。先吃个药。好抠啊，这波杀完他得回家了，因为他有传送，不能在这回啊，再打下回吧。杀完他我们回家，回家出一个长剑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小兵的话，我们能亏了大概有一级，正好一级。我这波没 W 的我，你让我咋上啊？我都耗血，我都不想耗，因为根本就打不死，算了。你帮我打他点血也行吧，就这么地儿，还吃经验了，这还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换个弱点，抠一下 ，EA， 打吧妞，哪来个蓝枪？不上了，没技能啊，打不死。这一波我们可以往草丛里插个眼儿。哎呀，差一内内。妖怪哪里跑？空兵蟹死了，正好回家买药光，出门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，这线推不过去了。只能这样用我们身体给他卡进去，老板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他右边插了个眼，但是蓝枪没来，这边可以随便找他拼啊。先打的海骨。预备。
你像这种不灭剑姬人啊，他就不太适合找人硬拼，他只能耗。这波兵线记住一定不要推啊，如果推了我们杀他等于白杀，我们又劣势了，推也推不过去，直接回了。我整个皮孩，我也不出死刑，他也不配让我出死刑。正好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等级给他追上来。刚刚好，塔下收吧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AQ。 哎，我早知道你不放 W 了，我直接转你了，上来 Q 兵啊。他不放，行，下波我们直接转他。不行，这地方转转不死。放了，我就发现就必须得给赌谁引得住，是不是？就必须得看是谁引得住。我们就硬引啊，就是引得住，就是比他能引，就是不放他，就是不放。既来之则安，必须就得能引。1750。这把这么顺，先整把西兰刀吧。黑切呀，他剑尖也不肉啊，关键这黑切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你瞅啥呢？晃啥呢？那能让你补刀吗？能让你吃经验吗？你觉得？你觉得能吗？不能。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其实刚才这一波啊，他就应该找我们打。因为我现在是没大的，他如果现在再不找我打，他就根本他就没有机会了，他只能找我没有大的时候跟我打。我在等我的大招，我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。干啥呀？咋的了？剑姬人不去中了吗？你给我点信号干啥呀？你就给他拆了呗，那就一血打，反正蓝也够用。
我发现这西蓝刀一出，真是一点蓝也不缺呀，不缺一点点蓝，没有蓝 buff。能不能三项带个西蓝刀的属性？你抠我，我抠你。我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敢动我，兄弟！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敢动我。再见，我溜了。给你插个针眼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哎，看不见了吧？再见。斩老孙一棒！这得追了吧？往上追，来，堂堂上，掏的，一小兵抠死，上头了。他以为我会往上走，其实不然。来吧，木印呢、啊？来吧，德克萨斯木印，掏死他！闪现，你用闪吗？哎呀，你居然用闪现！来吧，德克萨斯木印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顺扣怎么用呢？没有用，确实。那扣没有用，就是看着帅一点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还卡自己一下。本来你扣完直接就能走的，完事呢你非得要顺个扣，然后扣 S 一下才能走，多余操作没用，没有点一点意义。这不要了，给你了，我要这玩意儿没有用，直接跳弹。哎，那定不着我就没事，还点你有伤害吗？啊，你有伤害吗？我让你点来，你怎么不点呢？点人啊！但是那个 QW 可以用， QW 跟 WQ 差不了太多，手里摁个 QW， 放个 QW， 这样子。先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再出个收集者，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出收集者呢？真敢上啊！这锤石，锤石就没动过，给我们家人全得害死，你看着没？看着没？全死了。一换三，这兵饼是不是有点狂了？我发现杀两个人不找不着北了，是不是？
谁搁左边呢？就为什么就能狂成这个样子？就不明白这塔下。怎么的，你是觉得自己是有点肉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肉？凯旋没回上来，给我下当了，一直抠你猴哥，那能行吗？抠我不知道搁那卡下等什么东西。你连欧莱雅男士洁面乳都没用过，就搁那塔下狂，我不知道狂什么东西。好勾，塔下杀蓝枪，啊，那锤石也不给扛塔啊，你是谁的传送？剑姬的吗？啊，剑姬的。没关系，让他追嘛。他不敢上。我们在这等一下，这小黄毛。啥吧妞呀？跑了。我在追啊、哦！我说实话，其实不太应该了。哎呀，又是塞纳给我下当的，我都说了不太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他俩风筝我，我得可能也得够呛了。把这个卖了，等个收集者。我不是想送，我就是想试一试，我就是想试试，出个无尽，出完无尽，哎，这装备太脆了，没有那么无敌，打两下就没血了。关键我们家比较顺，我们三件装备，他三件散件。哥们儿，连个助攻都没有。哇哦！打条大龙吧，那塞纳装备不错，一会儿能挺恶心。我仔细的想了想，还是算了。
还是别狼了，那赛大装备起来确实很恶心，还一直点。漂亮，嗯，飞走，堂堂还贪心，我想把这东西都卖了，都换了，我不想要了，我觉得太弱了，我把这德克萨斯木印换了吧，算了，不换了，换了不合适。先来个谢色，那冰者杀我就一秒，我们一个大一个定死了。嗯，太脆了。嗯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冰点出秒表了吗？出了，最好能找到他，把他秒表给他打了。哎，这蓝枪什么装备？刚才一定要取消 R， 然后打个普通攻击，否则这个 R 的伤害没有那么高。我感觉这冰女我打她也就一秒，我感觉都不用多，也就一秒。她没护甲，她63点护甲，我打她也就一秒钟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，挺烦人呢、啊、这小子。这里头有眼儿，这个位置有个视野。打龙啊，把龙打了，打的怎么这么慢啊？我感觉他打十分钟了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哎，刚才我们最后一波抽奖忘给你们看视频了吧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欧莱雅拍的视频，这把打完的啊，忘给你们看了。没有视野，随时死的是真惨，我要写个惨字。龙魂没了啊，我帮你打个剑筋儿吧，你干啥呢？我现在 E 上去，他有金身不合适。哎，这小黄毛你没看见吗？这你可跑不了，差一下平垒，没暴击吧？是不是没暴击？暴没暴击？没了吗？啊，没了，什么时候用的呢？没注意，先来个谢手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
8000里。有个兄弟说，有没有发现白银跟钻石的操作其实差不了多少，能上不去分只是意识的问题，其实也不光是意识的问题。主要是他明白没？你明白没？我这么说你应该就明白了吗？还没明白？那没明白，那我就只能告诉你，因为什么了？因为他并没有用欧莱雅男士洁面乳。上得去王者的，上得去钻石的，这都是使用了欧莱雅男士洁面乳。干嘛呀这？一直追呀、啊。好勾。你给我打不整死他，漂亮！哎呀，这塞纳打人有点疼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超级兵。假猴，给你个机会。你。